品质的这个地方它是做 V 领的，看到吗？然后底下是散摆，它还是有些弹性，只是不是像阿祖玛家的那种那么弹，所以大部分的棉是会有弹性，只是这个是因为这边有立体车线，有看到吗？这都是立体的，所以它的弹性没有像阿祖玛家那么大。那它的布底其实是竹节棉的，哈，布底是竹节棉的。这一件的版型啊，你们都很喜欢这种短版的娃娃装，这个今天必买，来先给你货哈，因为这个版型那时候混纺棉就卖得很好了，但是这件是棉质的，你们会更爱，哦，会更爱。如果你喜欢穿短裤的人，你就很适合，就是一定要买这件。它有几个颜色呢？它有三个颜色，有三个颜色，有黑色、粉色跟蓝色，哈，有三个颜色。黑色是不是很夸张？这个价格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版型的话，而且又是棉质的，很吸汗跟很透气。这样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穿棉的人啊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自己在大推这件色。我觉得粉色会气色很好。我昨天曝光的是粉红色啦，粉色，啊，蓝色就显白，黑色就是显瘦耐脏又显白，哈，黑色是这样子。感觉可以包色，就是你们自己决定。这个版型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就可以选个两色是不为过。就是以瑞米来讲，它完全就是它其实就是根本不会紧啊。以瑞米来讲，但是你如果比瑞米肉一点，稍微就会贴肉一点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看到吗？它是立体的棉质哦。看它侧面。好，就这样啊，裤子也是一样。